叫唤啥呢？他叫唤啥呢？还有没有了，老大？两个。你就当舅在扒眼呢，不让他扒眼了，老大。老四，别扒眼了，老四，别瞅了，别瞅了啊！不是你家孩子，啊！老四，老四哭了，老四，老四啊，好了，四子啊，好了，不瞅了，老四，好不好？啊，等到时候老爷给你整个媳妇儿，啊，行不行，老四？老爷给你整个媳妇儿啊，你也生一窝啊，老四啊，老四听话啊，老四。哎呀，老四想孩子，老四也想想宝宝啊，老四。妈，老师哭了，兄弟们啊，老师哭了，妈，老师来搞笑，老师来搞笑来了啊！等会儿你就挨咬，老师，等会儿你就挨咬啊！